在澳门美食的选择真的很多，分为中餐、西餐、日韩餐、东南亚餐，要尝到各式风味美食必须要走入民生区，其中黑沙还算是比较集中啦。咁多款餐中的东南亚餐以泰国餐为最多，但其实澳门还有一个缅甸菜，鱼汤粉、猪杂捞粉、椰汁鸡等都是。今日嚟到黑沙环金海山一带，呢度有唔少新开嘅美食，都有唔少做唔掂嘅铺头。就系呢间七贤小食，七贤系老店，系金海山就系新开嘅。中午食饭时间都系坐满人。呢个猪杂捞面选用油面，猪杂唔怕卤得好咸，而且个猪耳好脆口。加上炸咗嘅蒜蓉上去，真系好香。老面会配上小碗汤同生洋葱，咁样埋单成为$33。你哋觉得抵唔抵呢？